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日程夜校。当然，今天是我们选运我的最佳新品的这个日子，大家都请好好选品吧。都还没对吗？那就让我们进入我们最难准备但最非收声音的单元。喂！我看过优秀青年当然也不在少数，但是我发现这些优秀青年都有一些共同点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不仅长得帅又会读书，长得漂亮又有才艺，会弹钢琴，会拉小提琴，哪像靠前脚啊，然后学才琴，我不要。我发现我现在发现，难道没有这四点，我就没有办法当成我们的优秀青年吗？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想要改变的年代，难道我还要守着四旧吗？就让我欢迎今天的来宾，会读书又天然呆，不会学蔡琴，但会全职笛的陈嘉怡。还有我们的小助手杰森。为什么你们叫陈嘉怡？好，第二点，为什么你会害羞？因为我会紧张。第三点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吉笛啊？对，然后节目来到尾声，请大家支持五号阿南校园成员。